扶贫致富在2001年4月至7月举行了一系列有关贫穷问题的研讨会， RTV 就这个议题制作了一共8集的专辑，并请来来自各界界别的嘉宾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有兴趣的朋友请留意 RTV 的网上更新。好，首先欢迎这个南京公安局的中南海分局和这个北角警署的刑事侦缉队第二组西区警署刑事侦缉队的这个调查主任收看这个正式协商会议的。还有咁有恒心嘅佢哋，好有恒心啊！我條線，我條電話線都係成日俾人勾緊啊！你明唔明啊？我情願唔交錢咧，你明唔明啊？即係有去帶勾咗先咧。咁之後，真係喎！如果我唔俾錢，之後再 activate 翻咧，嗰幾個鐘咧係真係冇得勾嘅喎，勾唔到嘅。咁冇錯，好麻煩咯。係啊，唔緊要啦。咁啊，六月7號、8號、9號，大家知道各位嘅命運㗎啦，係咪先？到時係咪都好啦，都 set 翻個犯人欄先。這個到時就不要 找膠來 set 了。我最多辛苦一點，我幫你抬一些水喉通上來跟你 set。 可能他不用那個呢，然後真的進去呢。哇，你真的這麼黑心。有什麼所謂啊，這些是不是光該死不用病。上個禮拜呢就楊志安就避我們，咦，是我都忘記約回去了。你好快點約回去了，OK？ 你不說我都忘記了。你好快點約回去了，因為我們即各位很多各路人馬都是想聽他看他，是不是？Jeremy 哥玩 iPhone 玩到出神入化，是不是？然後呢，當然是叫他上來我們這裡示範一下，一路接受訪問一路玩 iPhone， 是不是？厲害啊，厲害啊。他現在換了 4G 沒有？ iPhone 4沒有？我怎知道？不知道，問一下張太先。問張神月，問張太，唔緊要啦，好啦，嗱呢一節咧得翻15分鐘啫，因為之前嗰一堆人咧嚇好興高采烈地講到 overrun 啦，即係又講到咁開心啦，係咪？好啦，咩啊？人哋開心完，應該俾你開心下噶咯喎 ，Monkey。冇咩開心喎。嗱，即係港鐵喺你個區咧就壞事做盡啦，係咪先？冇錯。係咯，批咗2塊地咯，唔係咩？冇錯，唔係一塊啫，另一塊喺山谷度啊。嗰塊坑村係啊，黃竹坑村就大嗰塊啦。咁啊，另外一塊就係政府勾出嚟嘅啫，唔係政府擺喺度俾人勾嘅啫。咁啊，暫時都未勾嘅，應該我估11月到啦。係勾嗰塊，其實個位置喺邊咧？勾嗰塊嗰個位置喺呢一個鴨脷洲徑同埋鴨脷洲海旁道交界嘅。咁就腳個位喎。鴨脷洲徑同鴨脷洲海旁道交界附近咧，就有一個屋苑就叫南灣啦，另外一個屋苑咧就叫做深灣軒啦。南灣個尺價大概15000尺到啦，深灣軒都咁上下10000，聽人講啊，我未留意最新嗰啲行情啊，有人話已經上到10000咁滯噶啦都。OK， 係啊，咁啊當然附近都有呢個利東村啦，同埋漁安苑啦。漁安苑幾多錢一尺而家？漁安苑都賣緊成200多-300萬。呢個字保地價咩？保地價300萬。300萬。呢一排咧，我喺度揾緊呢個鴨脷洲嘅工業區啊，嗰啲咁嘅單位咧。鴨脷洲工業區啊？係啊，鴨脷洲工業區啲單位。海怡裏邊嗰啲啊？即係671總站嗰度啦。係啦。哇！嗰度依家咧升到咧7蚊一尺租啊！黐線，勁貴。7蚊一尺租。7蚊一尺租。以前5蚊嘅咋，依家要去到7蚊啊，大佬，係呢幾個月嘅事嚟嘅啫。係啊，所以咧，原本諗住你揾嗰度做咩？原本諗住俾你瞓啫嘛，先喂，唔係啊話，短期租啊。我以為你揾嚟做乜嘢？喂，工業大廈俾佢瞓啊，唔係喎，馬騮嚟嘅得冇。害我犯法嘅，唔關事啦。咁啊，咁呢個咁嘅即係鴨脷洲風波咧，我覺得真係好鬼死衰，因為嗰個位原本咧就應該係呢、這個嚇，即、啊、係。叫咩 ？Education use 如果係政府嘅地咧，應該叫 GIC， 係 GISIC， 係啦 ，GISIC 咁依家就直情變咗 RA 添。唔係佢實際上咧，其實咧，即係講翻啲背景俾大家知咧，其實咧，成個鴨脷洲東邊咧，即係包括咗而家頭先數嗰啲屋苑啊、南灣啊、利東村啊、漁安苑啊、深灣軒啊，冚唪唥咧，猜想我錯唔緊要，冚唪唥咧都係呢一個
RA 嚟嘅，即係喺八十年代嘅時候，即係佢嗰陣係純粹因為李東村又未起，元安苑又未起，咁樣成個山頭都係 RA 嚟嘅。咁而家咧就其實慢慢劏啊劏啊劏翻曬啲學校出嚟咧，就變翻就 GIC。咁所以咧其實咧exactly 喺真光嗰位咧就係 GIC 嚟嘅，咁但係佢落翻少少咧，佢就一格仔咧就變咗 RA 嘅又，唔係變咗係保留咗做 RA 嘅。咁嗰一格仔咧，而家就話：哦，既然佢係 RA 啊嘛，咁啊，又既然佢而家雕空咗喺度啊，淨係俾人用啲短期用途啊嘛，咁啊，不如攞去勾地啦，咁啊，反正我哋又咁對於啲市區樓咁渴求係咪？啊，我哋成日都要講市區樓啊，咁啊，所以咧，我哋要提供多啲市區嘅土地咧，去俾呢個人去買地啊，去勾地啊，咁啊，先至又攞嚟起啦，咁先至有市區單位啊嘛，咪就係咁嘅原因。喂，咁但係咧，嗱，港鐵咁就大拿拿咁啊 cap 咗一塊地，就好 Q 大塊嘅，成個黃竹坑村，原本係黃竹坑村，即係個公屋嚟噶嘛，大佬啊，冇錯。咁啲人去咗邊？其實啲人上咗石排灣村嘅，石排灣係大部分都上咗石排灣村嘅。咁但係其實仲有田灣村，田灣村少量啦，有少量啦。早最早應該後期先搬嗰批先去田灣啦。唔係後期嗰堆就去石排灣，早期嗰堆就去田灣。嗯，係啊。咁啊，但係我睇咧就大部分都去咗石排灣村嘅。嗱，有一個不期然有一個疑問就會出嚟嘅，就係話咧，點解有公屋地？會無啦啦又走咗去私人市場咧，好地地一個山谷道村啊，俾一咁啊，俾一新鴻基109亿咁就搞掂咗啦。跟住另外一笪山谷道又懟埋出去俾地鐵啦，咁可能新鴻基合作發展。係啦，而家黃竹坑又黃竹坑村咁大塊地，又差唔多可以叫送俾港鐵咁滯。係送啊！係送係送，擺明送明送明送添。好啦。那個問題是話好地地原本一個去照顧基層市民的公共屋邨地方，無啦啦變成一個叫鐵路沿線物業。冇錯，其實很搞笑的，我覺得咧，唔可以話搞笑，其實很可悲，好可悲嘅。即係其實咧，你見到港島區咧啲公屋咧係非常之淒涼嘅。即係一路大家我喺南區做咁耐咧，我發現喺南區你要申請調遷又好，或者你想攞翻啲南區嘅單位，即係你知道。即係大家個家庭喺附近，咁梗係想喺翻附近㗎啦。冇錯，好死困難嘅一件事嚟嘅，係難到登天咁滯。即係天倫落都唔得咁滯㗎啦。天倫落係非常之勉強先至可能有機會翻到嚟嘅。OK， 係啊，咁所以其實你見到港島區係一個好大嘅公屋需求喺度，即係唔好當港島區就好有錢，然之後啲有錢人就喺曬度，冇公屋嘅居民唔係咁噶嘛。喂，但係咧有一條數咧，我想問一下，唔知道你哋啲同埋啲兄弟姊妹們有冇做過啲功課咧？就係話嗱，喺香港仔黃竹坑嗰度咧，本身就有前後應該應該四個屋村啦。黃竹坑啦、石排灣啦、田灣啦，同埋三個嘢，嗰個魚灣啊，仲有魚灣村，漁光村啊，漁光村，好啦，四個屋村都先後出現發生過重建嘅安排啦，有冇計過條數就話到底嗱，而家黃竹坑村叫做永久消失噶啦，可以話，咁到底呢三個屋村嗰個單位總數頂唔頂得翻以前四個村嘅總和咧？其實因為以前黃竹坑村你知都係啲16层楼嗰啲，啊、其實單位就相對少啲嘅。咁、啊啊、所以石排灣啊、田灣嗰啲開咗出嚟，一開嘅時候咧30几层咁冚冚，都係你知和諧式嘅定係康十字形啦、啊，十字和諧或者新十字形、啊。係新十字應該如果冇記錯嘅、新十字形嗰啲冚唪都係三十四层、34、36、40咁樣。各個地方有啲唔同啦，冚唪唥都係嗰啲嚟，咁所以其實相對呢個單位，我估差唔多嘅，即係接近嘅應該可以。但係個問題咧，又有一條數咧，應該去計喎。嗱，呢四頭先數過嗰四個屋村咧，都係60、70年代落成噶嘛，係咪？石排灣咪新啲咯，田灣都新啲啦。係咯，最原本嘅時候60、70年代落成。好啦，60年代香港人口幾多？哇！嗰陣時應該3-4百萬啫喎。而家香港人口啊？有，依家700，702到啦。702到啦。好啦，人口增。我哋過埋 census， 我哋就會有一個比較準確嘅數字啦。喺度進行啦。咁但係過完呢個 census 都要下年1月先知。冇錯。係啦。咁個問題，就係話香港人口嘅增長引申出嚟就係住屋嘅需要啊嘛，係咪？好啦。你係咪呢啲原本喺叫做都市區都算方便嘅地方，一啲嘅公屋，
數你又加唔到，嚇、嗯啊、要掹走之餘咧，又攞曬去起私人樓，係啊，真係唔使住啊，係唔使住啊，唔係呢個係係好乞人憎嘅，即係其實當年咧，嗯，我哋都同啲相關嘅政策局開會，我唔記得咗嗰陣係邊個揸莊咧，嗯，唔記得咗啦，總之係同嗰啲政策局開會嘅，同佢哋傾過會唔會可以。將一些樓，例如公，即係黃竹坑咁 Q 大塊地，嗯、你又搬攞走咗人哋咁多公屋嘅資源，嗯、可唔可以將黃竹坑村上，即係日後啲上蓋發展咧，類似做到馬坑啊？即係馬坑，你見到有啲即係馬坑村隔離又有一啲居屋噶嘛？啊、即係可唔可以 mix 多少少，唔好冚喇扮爛都係私人樓咁樣？其實有講過嘅，咁但係嗰陣，唉，我哋呢一個好困難啊，啊咁樣個社區就好混雜啊，好難處理啊，咁就有有㗎，仲有原因㗎 ，mix 埋公屋喺隔離，咁、那個賣價咪低啲咯，係咯，係啊，好清楚嘅，咁佢唔咁樣同我講嘅，係咪？咁我都要損失翻人哋講真嗰啲先啊嘛。誒，唔係佢講真啊，係佢表面答你嗰啲，我幫佢計嘅有啲數。乜同埋其實呢一個，我覺得即係成個黃竹坑村嗰笪地，或者山谷度嗰兩笪地咧，即係又去到一個又係港鐵物業上蓋呢個模式咧，即係再一次又引發咗啲咩問題？政府計嗰條數係咩咧？佢就話咧大概啊咁啊，南港島線啦，淨係計南港島線，南港島線熟啲，山谷度嗰邊唔好熟。係啊，係啊，即係南港島線咧個造價大概124億啦。嗯。咁然之後，如果計50年嘅話咧，咁、嗯、佢大概咧，佢嗰個資金差額咧就有99億，即係話咧，我唔知係咪應該咁理解咧、嗯，即係話咧佢有25億你又賺得翻嚟嘅，咁、嗯、咧就有資金差就99億啦。咁、嗯、而家咧填咗個笪地落去之後咧，咁啊就會令到佢嗰個資金差額咧就剛剛好緊緊咧就補貼得到。咁、嗯、呢條數咧我同佢計一計，即係99億。咁、嗯、咧，嗰度呢個南港島線個物業上蓋咧，即係黃竹坑村嗰度物業上蓋咧，佢港鐵個 plan 咧就係4700個單位。咁即係話咧，佢每個單位咧大概就淨賺200萬到咧，就可以僅僅有99億嘅收入啦。200萬到淨賺200萬，淨賺200萬。咁但係其實淨賺200萬咧，因為佢而家佢唔使投。而家冇土地成本噶嘛，佢純粹就即係可能補地價，我唔知佢要補幾多啦。咁然之後加埋佢起埋樓個建造成本，建造成本計下，咁我當佢每一棟樓俾10億你好唔好？十億去處理曬嗰十零棟嘢，好唔好？已經好貴啦，係咪？咁大概咧。如果佢要咁樣賺嘅300萬到咧，就已經搞掂曬。咁我覺得咧，即係呢條數咧，我就非常之搞笑。我覺得係啊。但係咧，有一條數咧，我會咁樣睇，唔知道你哋同唔同意？就係話，如果係話以一個參考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嗰個賣價嗰、那個嗰、那個土地嗰個價值嚟講，嗱應該係要參考呢個咩？參考呢個海怡半島啦。如果計最新的賣地，就可能是參考惠福道那一塊。嗯，惠福道啦，又或者是這個深灣軒啦。沒錯，沒錯，那麼上下啦，是啊。那但是那附近的那個尺價都不是很高，很高的，你那個最便宜都收 Faith Court 了，是不是？是啊。佢而家我聽翻嗰啲咧，即係啲咩測量師嗰啲咧，佢估嗰笪地咧，早幾年都係仲係估緊400多億嘅啫。嗯。我最新聽個 version 佢話估緊600億噶啦。咁你話同我講話啲600億補貼到99億嗰度咧，係啱啱好揼揼冚可以令到佢維持到個成本咧，我真係聽完之後我真係笑咗出嚟嘅。即係呢一個真係好匪夷所思嘅事咯，係啊。咁啊，但係最緊要係咩咧？鐵路沿線物業呢六個字咧，咁先賣得到錢㗎嘛，大佬。我已經決定咗啊！即係咧，當大家嗱今年2011年啦，南區地鐵大概2015年起好啦。咁佢啲物業上蓋，我諗大概加加埋埋，可能又係5年嘅時間到啦。咁即係2020年嘅時候咧，咁啊大概咧就會開始賣樓啦。咁我決定咧，即係大家轉區就 remind 我，唔係得閒 remind 下我，得閒就 remind 下我啦，即係。我咧就會到時候咧就會叫審計署幫手計計數噶啦，即係究竟係咪真係正如佢所講99億係揼揼冚嘅咧？咁啊，佢賣出嚟嗰價係幾多？大家有數得計噶啦，係嘛？我斷估佢嗰度啊，起碼都8000蚊尺啦，即係我用一個最 layman 最普通，唔係豪宅級啦，正正常常限價樓、限尺樓、正正常常普通一個物業上蓋，唔好話好 Q 靚藍灣咁巴閉啦。
佢都起碼8000蚊一尺啦。我咪同佢計一計條數咯。到時候咧，我一定會追翻條數翻嚟。咁當然而家即係呢個時候，大家見到就係、是。即係立即傳召㗎啦！你又阻唔到佢起，即係你同佢講話，我反對你咁樣做，然之後你會俾人出嚟咒罵你㗎啦！哇，你咁樣做又阻住地球轉，阻人發達啊！唔係，因為呢個南區地鐵個困難嘅地方就係啲街坊們啊，啲社區上嘅人真係好渴求嘅，又真係好大需要。即係你見到香港仔隧道日日，你聽新聞都係香港仔隧道而家係間封，咁你知道個需求係好大嘅。咁所以呢一個係。你都不可以反對，跟沙中線一樣，因為其實你是不可以反對的，即係反對了啲市民就基本上就不會再投票給你之類嗰啲嘢啦。咁所以咪第時候睇下咯，睇下佢嗰啲物業上蓋啊。喂，但係每個淨賺200萬啦。點啊？你講真光啊？係咯，叫真光起革命啦，好唔好啊？你過去試一下啦。我有啲 network 嘅。誒，試一下你。好啊。你試到你話俾我知。喂，咁但係你做主持嘅咯。你試到 OK， 我唔咩噶 OK。你試到我俾你台間開先。冇問題，冇問題。好啦，嗱，休息翻嚟咧，我哋就會討論。最 round table 數。休息翻嚟再見。向你誠意推薦 iRead。iRead 係咩嚟 ？iRead 係一個公共出版服務。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blog等等發成電子書，令到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這個就是 iRead， 跟你看普通書一樣，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实行多媒体互动，你还可以 download 书内的相片观赏或者下载随书影片。好，回来正式协商会议。这张台很圆喎，乜嘢啊？冇错，这个就是圆桌啊。这个是 round table 啊，大家大家可以看看。好啦，嗱，呢一節講到明咧，就追羅建熙數嘅，咁但係唔一定係完全追曬羅建熙數，因為羅建熙都可能唔知情。其實我有啲我都唔好知嘅，講真。好啦，同各位觀眾講翻先咧，就話説咧喺呢個唔記得啊，3日前啦，喺呢一個各大報章咧，呢一個機管局嘅主席許漢，唔係機管局嘅 CEO 許漢中先生咧，就喺度話，我哋將會在2個禮拜之內推出呢個機場2030嘅諮詢計劃。咁就係講呢個第三條跑道啦，主要包括第三條跑道同埋第三個嘅客運 terminal T 客運大樓。係啦，咁咧我哋咧就認定咗呢個800億嘅 project。最大嘅阻礙咧，就唔係以黎廣德為首嘅一啲工程界保育團體。而係。青年，而係呢啲人，係網上網民啊，青年，係啦，呢啲唔係我哋呢啲名不經傳嘅人，係啦，就係啲80後社運青年。嗱，你啊，我呢啲好老噶 ，OK， 劃清界線先。所謂嘅80後社運青年，我唔係好中意呢個 term 嘅。係啦，為此，我哋就根據呢個許漢中所述咧，佢就揾咗呢一個。Round table， 係啦，就做呢、這、一個。你唔好淨係講 round table 先啦，你哋。仲有咧，包括 round table， 之後仲有呢、這、一個睇先，我唔記得30會，仲有呢、這、一個我唔記得紫荊有冇揾啊。公民咩？唔知啦，總之冇紫荊啊，好似。總之咧，呢、這、一個咧就係負責對付呢80後噶啦。係啦，就務求咧就唔好做到高鐵事件嘅翻版咁樣嘅。冇問題嘅，高鐵事件翻版都。喂，大佬，高鐵起嚟係軍事需要啫嘛，你而家起第三條跑路唔係軍事需要嘛，哥，咪算鬼數咯，係咪先？係啊。但問題在於，喂 ，Round Table 收咗幾多啫？喂，我點知啊？點知啊？嗱就係、是、嗱，即係我覺得咧，呢次咧就真係嚇呢個咁嘅機管局咧一鋪過咧，玩起曬成班80後嘅。OK， 呢招真係高招啊！許漢中，我真係覺得。敬佩敬佩，陰勁陰勁，即高得嚟咧，仲要抵死到咧，就係話咧，唉，搞到呢張台都是唔知，反又唔係，
唔反又唔係。因為咧，依家成功地咧製造咗呢個人民內部矛盾出嚟、其實咧原本咧，我覺得咁嘅，即係做喺香港做智庫咧，係十分之艱難嘅，因為冇錢啊，係咪先？各大政黨又唔係好尊重呢一個社會科學學術知識啊！你望下呢兩條友揾幾多錢，你就知啦，係咪先 ？OK， 好慘嘅啫。咪係咯，喂，你攞你都好啲啊，叫 RSW 係咪先？係啊，我乜 X 都唔係喎，大家都係攞個 BSS degree 係咪先？揸兜咁滯，我哋又唔係講，即係我哋又唔係 con U 講到所謂攞17,000一個月嗰啲喎。17,000一個月係咁多咩？有啊 ，fresh grad 攞17,000一個月嘅 con U 依家平均數，嗱我哋又冇啦，係咪先？揸兜啦，冇計。咁咧變咗有陣時逼政府嘅 project， 真係逼不得已嘅係嘛？尤其是每個政策局啦，係咪先？即係基本上各自己顧自己噶嘛，依家係啊，係啊，係咯。星期四，曾蔭權就話：有啲政黨乜乜柒柒喺度阻住香港發展，阻住地球轉，仲要咩咩咩喺度咩呢個呢、這個濫用司法程序。係啦，我覺得呢一個咧，即係容許我打踩一下先。我覺得呢一個咧，曾蔭權講呢一個咧，好有趣嘅。我覺得咧，好似阿白韻琴嗰啲節目咧，佢咪話有啲市民認為咧，我都似白韻琴啲節目咧。我有個朋友佢有啲感情煩惱，我真係好類似嘅。我覺得呢樣嘢。但係咁，你發覺今日邱騰華上呢個電台節目咧，係講咗咩呢？我哋尊重司法程序，法院進行緊嘅嘢就法院進行啦。同埋就話呢個司法制度必須要維持，係維持住呢個市民同政府係都係喺一個公平嘅情況底下去進行呢個司法程序嘅。同埋佢邱騰華竟然講咧，就話咧會佢認為啦、法庭係有足夠嘅程序去阻止人哋濫用司法程序喎。哇！優大老細同大老細反台啊！條唔係啊，係過節喎。嗱，你又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嚇咩同呢個同啲大佬同你啲大佬過節啦，係咪先？咩扮曬蟹係咪先？喂，唔係嗱，我要講一樣嘢先，即係嗱，即係嗰啲報道咧，即係我都係睇新聞嘅啫，即係嗱，我都係睇新聞嘅啫。咁之前佢哋有同我提過下嘅，咁我都係睇新聞嘅時候，我就睇到啦。咁啊，許漢中講嗰啲嘢咧，我覺得有啲啱，有啲唔啱，咁有啲問題，有啲唔係問題噶啦。咁但係起碼咧，我見到有其中一兩份咧都寫出嚟咧，我覺得睇落去都順眼嘅，即係佢純粹係講一個 public engagement 嚟嘅啫。咁係啦，咁有乜順眼，有乜唔順眼咧？咧佢話咧我唔知信報係信報，我唔知信報係個記者寫錯定係許漢中真係咁講過咧。咁佢就話咧咩會揾 round table 嚟爭取青少年支持呢一句咧。咁就真係幾同我理解唔同嘅。好啦，咁你嘅理解係咩咧？我理解都係一個 public engagement 嚟嘅，即係講真，佢有個 project 出咗嚟，咁然之後就揾咗 round table 其中一個啦。咁仲有咩30會啊？仲有一個唔知咩公民。即係講藝術團體定唔知咩嚟嘅，我唔記得咗。咁咧就去做 public engagement 啦。咁個 report 係咪佢嗰個諮詢報告都諮詢文件都未出嚟啦？係咪咁啊？所以咧遲咗成個月㗎啦。我追咗機管局成個月啊，大佬。係啊，咁應該月底啊嘛？你話原本4月尾㗎。我嗰陣時焗佢出㗎，俾我㗎，佢連個 date 都唔俾我啊！遲啲咪好咯，梗係唔俾你啦！你遲啲慢慢做，係咪？我梗係知唔俾我啦，大佬，佢梗係唔想盡早俾我啦。我呢啲咁搞笑。唔係佢即係佢份報告咧。我諗對我嚟講就係佢諮詢文件出嘅時候，咁咪我哋咪開始攞住份諮詢文件有啲咩，跟住咪 public engagement 咯。例如咧嚇，咁咪 engage 大家啦，係咪？咁佢收翻嚟咁樣最重要嗰樣嘢都係我哋點樣寫嗰、那個我哋 engagement 之後嗰嚿嘢啫。咁 so far 我都唔知係點樣，係咪？嗱，即係咁。根據呢、這個嚇、政府嘅呢個 efficiency unit 裏邊咧，OK round table 咧絕對唔係呢一個嚇、verify 嘅 OK 嘅 consultant 之一嚟嘅喎，係咯。咁點解 round table 會接到呢樣嘢？但係其實 round table 其實係唔係接？其實根本就唔係 round table 接。咪係咯？點解會俾人線㗎？你哋根本就唔係 round table 接。OK 記住啊，唔係 round table 接㗎。
唔係咁，大家都可能都，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即係其實 round table 咧，如果大家上佢網頁嗰度咧，寫啲好複雜嘅架構，係啊，假藏疊屋，我哋有好多舊嘢，又有啲咩 round table community 啦，又有呢個 round table elite 啦，又有 round table publish 啦，咁又有啲搞學習，即係搞教育政策噶啦，咁又有一個專做一個 research 嘅組織咧，叫 PowerSoft 嘅。係啊，咁應該以我估計咧，或者以我理解咧，就應該係 PowerSoft 就唔係直接 Roundtable 同佢簽約，就應該 Roundtable 唔會同佢簽咁約嘅，照計啊。係咯，咁所以點解唔澄清咧？嗱，作為 Roundtable， 我覺得點都要澄清啊！你大佬俾個咁嘅 client 玩到咁喎，係咯，你係有嗰、那個，你係因為有嗰個責任同埋有嗰個需要去真係好清晰去解説翻，同埋就話。不其然會有一個好，我有一個好衰嘅諗法，會唔會又話一邊商就嚇幫政府喺度做好多 analysis， 另一邊商就去策動一啲可能更大嘅 public engagement， 令到自己咧攞到更加多嘅籌碼咧？哦，資本家，資本家，做 venture capital 嚟，耶！嗱，即係咁，即係我有啲接受唔到咯，我接受唔到，我都接受唔到咯，我接受唔到，即係 round table 竟然會咁樣做，你明唔明啊？即係我接受唔到 round table 裏邊咁多個 member 喺反刀鐵嘅時候，大家一齊共同進退，喺度搶電話，喺度俾人噴胡椒噴霧，大家一齊瞓喺地下，翹住雙手，係咯，喺度叫反高鐵停撥款。之後點解去到呢個位唔需要拆一條村，但係可能會死好多條中華白海豚？點解要填個海會死好多生命噶嘛？點解要咁樣做？我接受唔到咯。然之後就一路揸住份 project 繼續喺度，嗱，我繼續幫你做噶啦，你俾多啲嘢我咯，我接受唔到咯。所以咧，唔該 ，OK。記住，喺公眾澄清，唔係 round table 接噶，知唔知啊？如果唔係，我真係接受唔到噶，你明唔明啊？我再一次澄清，呢一個係都係 public engagement 嚟嘅啫，係。咁即係話 engage 下大家嘛，係咪？咁我而家 engage 緊大家喺度。所以嗱，你又走了，你又走位啦，死仔真係。OK，engage 下大家。Anyway 啦，咁啊，嗱呢個咁嘢即係相對之下都係一個比較小嘅風波，但我相信咧，遲啲咧，我會同呢個航空業界咧短兵相接去搞下嘢，因為咧，即係今次咧，其實你哋俾人玩咧，我覺得咧。我不知道，我又有 conspiracy theory 出現了OK， 有跡可尋的。大家如果查一下許漢中的老婆是誰，你就知道什麼事了。OK， 他的背景是十分之紅的。嗯，又紅又專。不是明星那些紅，不是，我說的是他的背景，他拍照的背景後面很紅的。OK，okay. 之後呢，許漢中是經濟動力的其中一個成員。嗯，是啊。咁你諗下經濟動力其實擺明就要打自由黨噶嘛，豉油出嚟噶嘛，咁啊豉依家航運交通界代表係邊個咧？劉建儀，冇錯，佢就係嚇呢個尊貴嘅劉建儀。係咯，咁佢就係貴為呢、這、一個一個政黨 logo， 好似渣打銀行嗰個嘅主席嚟噶嘛，係咪三個圈新 logo， 好似啫，疑似啫，係咪先？咁啊，喂，大佬。整個經濟動力裏面一班執委啊、顧問啊、成員有，即係出得名嗰啲咧，得許漢中一個咧，就真係屬航運交通界嘅啫。冇錯啊，咁所以咧，梗係嚇，梗係要 show 啲 muscle 出嚟啦，係咪先？選之前就快選委啦嘛，係咪先？咁梗係嚇 show 啲 muscle 出嚟啦。你諗下啦，嗱，過去咁多個月。都是老禮玩曬嘅，係咪先？劉建儀又好，劉秀成又好，何中泰又好，啊、全部搞不掂老禮嘅，係咪先？啊，老禮啊，前途一片燦爛，呢期超紅啦，係咪先？咁嗱，如果我 show， 如果我要 show muscle， 我一係就懟冧劉建儀，但係我懟唔冧劉建儀，或者冇位懟佢嘅時候，或者懟佢冇趣咧，我就懟佢嘅敵人啦，係咪先？我懟佢敵人話俾大家聽，我可以將你敵人懟冧到吹灰，係咪先？灰飛煙滅咪係咯，嗱，咁咪幾好啊？係咪先？依家就真係做到啦，
係咪先？搞個人民內部矛盾，你諗下啦，老禮樓下嗰班幫佢做 advocacy 嗰啲，幾多內部矛盾出現啦？依家係咪先？所以許漢中呢招高招，嗯，係依家做 HTML 個曲啦，係刪 conspiracy， 刪好搞掂。好咁咧，嗱，即係所以咧，即係呢個故事教訓大家咧，即係嚇。接 project 嘅時候小心啲啦，要好非常之小心。係啦，即係我相信咧，每一個政策局裏邊咧，都總有啲好人，但係呢個好人咧，仲有一啲衰人喺佢側跟嘅。就算咧係好人也好咧，所謂都會變衰人。係所謂咧呢個立志，你啲朋友啊，係啊 ，call 啊，係啊，即係有所謂咧，就算好人也好，有所謂叫做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噶嘛。係咯，你知啦 ，Paul Chan 啦，成日揾佢講嘢之後，佢都話：，唉，同上面講咗先啦，講咗先啦，你明唔明啊？唉，你明唔明啊？我都明白佢好難受啊，做官呢個位置，真係講官腔，你明唔明？原本係個人嚟噶嘛，講人話噶嘛。嗯，阿 Paul 同佢傾偈都 OK 嘅，咁你仲係好好人嚟嘅而家都。唔係咁，但問題係佢同星矢醫生食飯嘅時候係講官話噶嘛，應該係嘛？星矢醫生食飯嗰次，係啊，嗰次歐陽啊嘛，嗰次唔使佢講，嗰次有阿副局長喺度噶嘛。哦，咁但係好多其他嘢佢都係嚇，係咪先？得個即係佢都要請示噶嘛，因為佢係冇決策能力噶嘛。其實得副局長同埋局長有決策能力，冇錯，所以好慘嘅，你明唔明啊？一係做影印，一係就係咪先？一係做影印，一係做寫稿，一係就唉，我聽佢講咗先。係啦，真係好慘㗎，做官係咯，十幾皮嘢一個月。好難攞嘅，知唔知？係咯，簡直係完全係嚇，即係仲慘過俾人包嘅，唔知係咪先？喂，咁係啊嘛，大家睇翻上海嗰張咩包咩包養大學生名單咁，其實哇嗰張真係唔好講笑嗰張。喂，唔係啊，你睇翻嗰個其實Paul Chan 嗰個價錢咧，嗰個月薪咧，包一個 top 嗰啲一年咩北京藝戲劇學院嗰啲差唔多價錢嘅咋，只不過係爭咗佢個匯水嘅啫。OK， 爭匯水依家唔係好勁啊，爭13万幾啊！誒，仲有爭嗰個咩咧？爭咗啲職能，係啦，咁樣嘅，要做嘅嘢唔同嘅啫。咁所以好慘啊，好慘㗎，又要有又要救命，講緊佢方係頂咗肺。嗱，即係大家如果有留意上一集嘅政事業商會議咧 ，OK， 我同阿鄭麗儀咧就去咗睇呢個東涌灣啦。咁但係東涌灣嘅咧就下一節先再講。其實咧呢幾個月咧都聽到啦，就阿成哥又話想起第三條跑道啦，係咪先？又唔知邊個學會啊咩師又話要起第三條跑道啦，個個都想起第三條跑道咁。但係其實大家有冇諗過第三條跑道要點起同埋會點做呢？又或者就講翻一個最基本嘅 idea， 第三條跑道係咪一定要起呢？係啦，咁咧嗱，如果許漢中是識嘢，又或者你個朋友啊 ，OK， 阿 Jacky 啊 ，OK， 又唔係我啊，又或者你嘅你哋嘅嚇叫金主葉國華咧 ，OK， 睇住呢個節目嘅時候，或者翻睇嘅時候咧，我會叫佢睇啦 ，OK， 小心啲我哋啦，我哋打明槍嘅，我哋唔會打暗刀嘅，因為所以我哋叫做名人。不做暗事。好啦，話說咧，第三條跑道如果真係起到 parallel to 呢一個北跑道嘅時間咧，哇，嗰度其實係一個好深嘅海床嚟嘅。係啦，所以點解要800亿就係咁解啦。分分鐘裏邊咧有600亿咧就要嚟填海嘅，真係賭錢落鹹水海喎。係啊，嗰度你知啦，幾多行幾多嚇遊輪啲貨櫃輪經過咧，有幾多快速船啦？嗰度簡直係翻大陸嘅必定航道嚟噶嘛，係咪先？咁你諗下嗰度水流咁急咁喘嘅時候，一賭落去就賭錢落海啊 ！OK， 好啦，我淨係唔計你，你真係咁樣諗住抽咗海水之後再填啦，又或者用呢一個嚇港珠澳大橋嗰只人嗰、那個咁嘅人嗰、那個口岸人工島係啦，諗住用嗰個咁嘅方法起咧，係會快啲。咁但係沉降都勁啲嘅 ，OK。好啦，呢樣嘢都唔計數，呢樣嘢都唔係最重要嘅重點。重點在於你起條跑道原來係曬太陽嘅喎。知唔知點解曬太陽？淨要攞嚟係都唔好攞嚟曬太陽，攞嚟曬鹹魚好啲。OK， 好啦，嗱，依家北跑道咧，其實咧降落嗰個 path 咧已經係壓到去啊呢、這個荃灣西近呢個麗城。花園其實從麗城花園 parallel， 你知麗城花園再褪少少就係山嚟噶嘛？好啦，
我問你啦，如果真係同北跑道平衡起嘅時候，那個飛機係咪大霧山山頂落嚟啊？係咪？嗯。好啦，咁但係你知唔知道飛機即係如果降落同起飛要有個安全距離㗎？有一個降落幅度。係啦，咁咧如果冇咗呢啲咧，就變咗 OK 日航一二三㗎啦，高天原山㗎啦 OK。啊、就不是挺好啦，係咪先？咁如果你睇翻嗰個時間咧，就差不多好像是幾多少分鐘下降幾多少 K 2500米，我唔記得。應該是講緊咧，嗱，而家睇過呢個有啲專業比較對航空業熟悉的朋友嚟講，俾佢一個數據出嚟咧，就話佢嗰個叫下降幅度咧就0.34%，呢個係最呢、這個叫一般嗰個機師牌照嚟講嘅話咧，佢可以叫做若個架控制飛機咧嗰、那個下降率個下上限嚟㗎啦。但係問題咧，如果照翻北跑道要打算起嗰個位置，而會嗰個啱啱嗰個位置就真係剛剛好喺呢個海拔956米嘅大霧山山頂上落嚟嘅時候咧。用在呢個數值計算方面咧，去到最低都0.53幾，亦即係話需要另外一個嘅牌照嘅機師先可以降落得到。因為依家咧，其實咧搬咗赤鱲角之後咧，好多機師咧都係 GEO 降落噶啦。OK， 係啦，因為太容易啊嘛。太容易 GEO 降落，頂多就係有呢個風切變嘅時候，你要抽頭咯，再排個隊咯。GEO 降落 ，Autoland 都差唔多搞得掂噶啦。以前啟德唔係噶嘛，你知得幾資深噶啦啲 pilot。你試下啟德 Autoland 死好多人，係咪先？下面冇咗十世啦。係啊，啲樓自己會拆曬啊。唔係咯，田生自己會收噶啦。OK， 到時田生收地。是這個可能911會提早發生，因為太多例子在香港出現。田生提早發達了，知不知道？唉，真是。好啦，咁你要拿特別牌的時候呢，咁就少了一堆機師到了。咁你就將呢個 course 呢就啤咗俾航空公司啦。OK， 咁國大航空公司又要拿多個新牌去 cater 你呢樣嘢。我喺國泰咧就甩嚟噶啦 ，OK。仲有咧就係話你成個嗰個導航系統，係啊，導航系統話俾你聽，機管局係唔會負責嘅，係要民航處埋單嘅。誒，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個導航系統又會搞到變咗有好多嘢又複雜咗。冇錯，係啦。咁啊，搞成點咧？係啦，因為依家咧，其實各位網友咧上呢個民航處嘅網站咧都知道咧，其實香港咧飛機咧依家咧淨係得兩入兩出嘅啫。係啦，兩個 point 入，兩個 waypoint 入，兩個 waypoint 出。OK， 你加多一條跑道咧，都係兩個 waypoint 入，兩個 waypoint 出。同埋香港個死位係在於咩呢？我哋原就係因為我哋係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我哋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嘅領土一部分。如果我哋分割到嘅話咧，我哋冇呢個咁嘅問題出現啊。因為呢個問題咧，就係在於 OK。我哋嘅空域係全部俾解放軍管嘅，我哋冇得管國防啊嘛。OK， 咁呢個根據呢個嚇中華人民共和國嘅解放，即係呢個憲法嚟講咧，空域係由解放軍管嘅。咁我哋唔理呢個軍事嘢噶嘛，咁我哋又冇得管嘅。OK， 我們沒得管啊，我們需要管，但是不可以管。嗯，嗱，管咗之後有咩好處呢？因為依家咧，其實咧，除咗夜晚凌晨12點到朝頭早6點嘅時間之外咧，所有飛機咧，民航機咧就唔可以喺高過5000 feet 到呢一個between 呢個15700 feet 咧停留。嗯，即係一日就直飛插，一日就直飛墮。係啦，你知唔知影響幾大？你知影響幾大？影響幾大？影響幾大就係啲飛機唔可以喺嗰度。盤旋，又或者可唔可以係低，唔可以喺呢個空域嗰度咧離開香港？係一定要急速爬升高過嗰15700尺。因為如果嗰個位 fit 咧離開到香港咧，香港多咗幾個 waypoint out 噶啦，多咗幾個 waypoint out 咧，條跑道可以更加密。嗯，依家香港條跑道其實用咗依家係因為兩入兩出嘅關係咧，一個分鐘啊，定係一個鐘？一個鐘咧，淨可以600班飛機嘅啫。嗯。咁如果多幾個 waypoint out 咧，其實可以好密嘅，密到好似 Heathrow 咁。Heathrow 都係兩條 parallel 跑道，但係因為附近全部平地啦，可以8入8出，八個方向入8個方向出。OK， 因為咁樣冇啦，
係咪先？因為附近又係山多啦，係咪先？咁、嗯、又唔俾解放軍，又唔開放空域俾我哋啦，係咪先？佢老闆啊，鬼叫我哋中華人民共和國啊！好啦，咁所以咧，我哋焗住要起多一條跑道咧，等啲飛機喺度等，喺度等，等嘅啫，等升，等降。嗯。O、okay, K， 即係將個樽頸位咧spread 開佢嘅啫，就只不過由個空中係啦移咗落嚟去地面係啦。咁因為你少人啊嘛，你少人揸嗰排啊嘛，而嗰條咁嘅跑道其實除非利用煲即係呢個 B N P R N P R N P restricted navigation procedure 係啦。咁咧呢個咁嘅 procedure 咧，其實喺西藏嘅林芝機場咧就有用嘅。咁林芝機場降落咧係超繁複嘅 ，OK， 你真係嚇、啊、考到個勁嘅牌先得嘅。同埋講緊咧，就算又裝用一啲一種嘅導航系統的話咧，嗱呢一種導航或者簡單講啦，落林芝機場嗰個導航需要咧就係咩咧？因為佢個飛個機場本身個跑道咧就喺兩個峽谷嘅中間，咁而喺呢個峽谷咧沿住條河咧就彎彎曲曲嘅，咁而 RNP 嗰個技術要求嗰個導航個準確性咧係降低到去到 0.3 嘅啫，個誤差率，咁即係話佢有咁高嘅準確性先至做得到，但問題係一般飛機係冇。呢、这、一個嘅導航嘅程序、啊、程式喺個飛機上面又要加錢，係啦、啊，咁即係到最後咧，如果國泰舉起雙手，使乜怕醜嘅時候咧，就佢哋要係咁加 cost 啊 ，OK， 咁當然啦、嗯，起跑道就嚇嘅、啊、錢就唔使去使，咁但係咧、啊、培訓機師啦，裝翻個 RMP 啦，記住、哦嗯、，Boeing 有 Boeing RMP，Airbus 有 Airbus 嘅 RMP 喎，係啊 ，OK， 你裝完之後話大佬真係。裝完之後先至可以用得盡咯。嗯，係啦。同埋仲有一樣嘢喎，就算而家嚟講，喺我唔講到啲主權嘅問題，我哋講翻啲地面上嘅問題。而家喺成個嗰個導航系統嗰方面，隻飛機抽頭走嘅時候，仲有好多限制。頭先我哋都未提到嘅，係啊，可以提埋佢之後先至講東湧。OK， 嗱、okay. ，你今日摁機俾我咧好多，你應該俾叫翻葉國華俾翻十幾萬我嘅。OK。應該俾翻我喎，我負責 engagement。咁你分翻啲飲，分翻啲出嚟啦，分啲出嚟啦，係啦。好，轉頭再傾。扶貧致富喺2001年4月至7月舉行咗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嘅研討會 ，RTV 就呢個議題製作咗一共8集嘅專輯，並請嚟來自各界界別嘅嘉賓就呢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有興趣嘅朋友請留意 RTV 嘅網上更新。好，翻嚟，喂，葉國華，快啲俾錢啦！好，歡迎大家分享呢、這個呢、這個 engagement 嘅過程。唔係喎，真係喎，葉國華，快啲俾錢！快啲，葉國華。嗱，再，我哋塞咗幾多錢俾羅建熙袋嘅真係。嗱，再唔係咧，變相勒索嚇、啊，即係呢個第三條跑道咧，我哋都仲有嘢講噶嘛。係 啊，即係一係許漢中。係啦，一係許漢中請我哋食餐飯傾下偈先，咁啊鋪鋪請公民黨就算數啦，係咪先？即係好似公民黨都咩啊？支唔支持啊？公民黨？公民黨嘅東涌黨團係反對嘅 ，OK？ 東涌嘅東涌啫，而家有啦，東涌團隊係反對嘅 ，OK？ 暫時偏向，因為我都有一票。嗯嗯，老闆，仲有咩啊？都唔止呢一個啊嘛。咁唔止啦，佢哋淨係會揾阿梁家傑嘅啫嘛，或者揾阿老禮嘅啫，係咯，唔係佢哋請過梁家傑食飯嘅應該，係、咯，我好慘啊，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啲危險黨員啦、反對派啦，就唔使理嘅，係咪先 ？OK， 即係到最後搞盤搞到滿地都係膠嘅時候咧，就嚇呢班友就唔知點收科，即係又要揾啲危險黨員出嚟。咁你東涌團隊反對個黨係點樣？咩啊？黨未有方向。咁但係你要知道啦，即係公民黨裏面有唔少規劃及城規嘅專家嘅。咁香港做規劃及城規專家好多時都係唔知攞邊度 project 㗎啦，係咪先？句號，生日好。我只可以講到呢度。係啦，繼續。能夠講係咁多。嗱，即係咁，變相勒索都係咁話㗎啦。嗱，即係許漢中先生咁就嚇。我哋唔介意食餐飯嘅，係咯，同埋我爹哋食餐飯啦。自從你喺廣隆離開咗之後，我爹哋好掛住你，係咯。再唔係咧，因為咧嗱，頭先我哋講咗5000至15700呎嘅問題啦，地產咧。
地下，地下真係，我真係未地下係邊個邊單嘢先，好多單嘢喎。嗱，地下呢有個問題，嗱，而家即使兩條跑道都好，大家有冇試過見過係兩隻飛機一齊起飛，或者兩隻飛機一齊降落嘅？Come on， 唔會發生嘅事㗎啦 ，Come on James。Yeah， 因為咧嗱，如果當係叫做啦，我唔講用我唔用一啲咁專業嘅航空術語。我話嗱，當隻飛機係向市區方向，即係向青衣方向起飛嘅時候咧，點解做唔到呢？因為講緊咧嗱，佢所謂叫做隻飛機離開嘅時候咧，要經過有一個點，有一個點，嗰個叫做航空管制點咧 ，SID point。咁咧，當由向青衣方向起飛嘅時候咧。嗰度咧，其實喺大概青馬橋收費廣場上空咧，其實就有兩個 SID point 嘅。咁但係嗰兩個 SID point 嘅距離咧，好似得100米到嘅啫嘛。係啦，兩架飛機如果距離100米，你知有咩後果啊 ？OK， 好啦，咁呢個已經可以句號散引號啦。係啦，咁如果你真係有兩架飛，即係起咗條新跑道。你的兩架飛機咁樣升咧，就大家等喺迪士尼睇煙花，係咪先？係啦，好靚嘅效果添啊，仲要非常之美好。咁好啦，如果調翻轉向大澳方向起飛的話咧，重大件事。係啦，因為如果向大澳方向咧，你係撞緊呢個 VMMC 啦，係啦，即係澳門機場嗰條咁嘅航道啦，同埋寶安機場嘅航道。但係最亦都因為咁之下咧，所以咧喺大澳方向嗰邊咧係得一個 SID point 嘅啫。你係向住大澳方向飛完之後咧，你係兜過怡澳啦、分流啦，就會出翻去大嶼山南邊咧，去翻長沙啦，係啦，貝澳啦，再過翻去邊度咧？過翻去香港仔啦、淺水灣、赤柱，係啦，嗰度先至離開香港嘅。咁所以咧 ，OK， 你起第三條跑道咧係硬膠嘅。你當你知道咁硬膠嘅時候咧，我相信如果我早三個禮拜同你講咧，你應該可能叫葉國華唔好接呢個 project。我諗應該都唔係三個禮拜前接嘅，斷股都應該冇咁急㗎嘛。我不知道，我一個月前好像warn了，在不同的社交媒體和在節目都warn了大家的了。是啊，不要緊啦，咁即係嗱，呢啲技術的嘢咧，我希望咧機管局可以解決，除非咧佢玩到咧就係咧起一條唔 parallel 嘅跑道，但唔 parallel 嘅跑道就用 RNP， 但用 RNP 咧，你淨係可以新型的飛機嚟到，咁你就焗住咧就曬鹹魚啦。OK， 起完就變咗大白牆。起完咧就最多一係咧，你如果你唔用 RNP 的話都冇問題。用翻 IRS 咁會點咧？用翻 IRS 的話咧就唔好意思，就只能咧係當呢個吹南風嘅時候就只能夠要嚟起飛。係啦，因為你吹南風嘅時候咧，只飛機逆風起飛咧就即係話向大澳方面起飛。當吹北風的時候咧，就只能夠要嚟做咩咧？要嚟降落啦。冇錯。係啦，咁即係廢咗一半功能，即係800億。O K， 得400億功能。係啦，咁咧就每個鐘頭咧，淨係可以加到咧呢個嗱，如果以兩條68，一條23、24嚟計嘅話咧，佢就係一個鐘加你12。嗯。咁但係個即係所謂叫做 terminal free。O K。可以。起幾大個 terminal 出嚟擺幾多個機，而個跑道嗰個負荷用唔用得盡咧？係啦，咁就變咗第二個大白象㗎啦 ，T3 比 T2 更大白象，我覺得好正嘅呢一樣嘢。OK，等死嘅知唔知啊？係啊，所以咧即係嚇，我好非常期待究竟嗰條跑道會點樣起。如果你 parallel 嘅時候，我又 warn 多一次大家。尤其是所有保育團體，唔好淨係打保育呢條，或者呢條戰線，即係填個海係咁噶啦，係衰噶啦。嗱 ，OK， 嗱就即係咁樣樣，即係如果一味話即係只係純粹打保育，講啲中華白海豚對香港有咩嘅象徵意義，你同啲小市民講，我要屙屎。吃飯生仔有工做啫嘛，係咪先？我呢個工聯會喺反高鐵嘅時候策動啲工人，係咪？我要開飯，起高鐵。喂，依家都係咁啦，港珠澳大橋。我要開飯，我要起橋。喂，係咁cheap兜㗎啦，老實講。係啊。
冇辦法，即係喂抽下水先咧，俾我。好啊。即係好似我哋舊芝麻之星舊年做呢個第二次刊憲嘅時候，一個笑話講咩？九十年歷史巴士總站我哋保留。哎呀慘啊！個個企喺度喺度吹下水，冇人埋嚟簽名。一講拆鳩你啊！冇簽答喎。哇、哦！做到唔得閒，冇辦法，香港人就係咁。係啦，所以呢如果要講咧，就係咩咧？八百億浪費公帑。係啦，又玩何文傑嗰招。所以我應該玩玩何文傑喎，係咪先？應該加入，應該加入一零七啦。我應該加入一零七，應該加入一零七動力啦。係咯，係咪先？即係如果大家覺得八百億使咗去得四百億功能都覺得唔關我事，公帑嘅事得冇問題。喂，你知唔知如果用八百億每人真係分翻啊，可以派到幾多人？每人一萬二千蚊。唔係咯，每人一萬二千蚊喎，幾好啊？係咪先？大家分開佢，係咪先？幾和諧啊？哇，加埋啦，加埋六千蚊，萬八蚊喎。喂，有萬八蚊。阿 Sir 臨走前派萬八蚊俾你，係咪先？咪係收好多人聲噶啦。之後咧個社會真係好和諧噶啦。全世界走去風集排 iPad 2，之後上翻去華強北放，個個再賺。哇！真係幾正啊，係咪先？幾和諧啊！係咯，大家啊幾個萬八蚊嘅學生哥啊，十八歲或以上學生哥聚埋一齊，咁之後攞嗰堆本嚟創業。係咪先搞下小生意做咩都好，又或者我哋嚇攞萬八蚊出嚟，啊你班嗱、啊、你哋儲錢啊選啊啊選手指選腳趾嗰啲係咪先都唔知冇錢啊係咪先？係咯冇錢選手指選腳趾嗱、啊、萬八蚊係咪先？又搞引到好多嘢啦，係咯做到就已經差唔多接近三分一嘅經費，唉真係。幾好啊！咪係咯，真係唔識做啊！呢、這個政府，仲有喎，到最尾咧，如果真係機管局咁樣，即係自己咁樣揾錢嘅去做嘅時候，當然啦，唔使問財委會通過嘅。係啊。咁咧，但係佢就要上市嘅咯，佢又要上市，又或者可能再發個債券嘅咯。咁、如果機管局一上市嘅時候咧，哇！機管局一上市咧，我望佢蘇錦良快啲做處長。唔係，快啲做局長。通過咗個競爭法律，我就揾人喐鳩機管局噶啦。私人公司又唔可以上市，有個撲街係咪先？你壟斷咗全個香港嘅航空事業，唔係航空市場喎、啊，你老闆呢啲 undertaking 嚟噶嘛，係咪先？我就告鳩你，我就申請司法覆核去追你去案中。系咪先？好啦，嗱，讲完呢单嘢，仲有一单嘢 J 许汉中嘅 ，OK？ 仲有，我真系几廿万塞你个袋，系咪先？许汉中真系唔该，快啲揾我。好啦，话说咧，嗰喂，有冇想去旅行嘅意欲啊？呢一排我经常都想去旅行，最想去边度啊？周围都想去。嗱，话俾你听啦，春秋航空咧，依家99蚊。春秋航空系啊。系啊。讲99蚊人仔机票，连埋燃油附加费乜乜成成咧，搭咩飞机 ？A320 Airbus 嚟嘅。係啦 ，OK， 唔係螺旋掌機，放心 ，A320，OK， 咁咧呢，咁咧連埋咧差唔多來回咧1200蚊就去到上海，嗯，使唔使？唔使800蚊添，係啊，係啊，抵玩啦，係咪先？咁咧呢幾排咧，其實咧香港咧多咗好多廉價航空公司咧喺香港起步嘅，咁呢啲咁嘅廉價航空公司咧就真係超平機票，最新咧就係咩咧？福廣大香港市，係啊，係啊，最新最新咧就係咩咧？去呢、這、一個嚇、啊，就係、是、由呢個老虎航空開 Taiga Airways 香港去菲律賓嘅克拉克，嗯，就只係來回機票需要888蚊。菲律賓嘅克拉克係克拉克咧，其實喺邊咧？就離如果你喺呢個克拉克坐車出去馬尼拉市中心，大約2個鐘頭嘅啫，好合理啊，係其實好附近嘅啫。咁咧香港咧其實咧定期都有集美遊輪咧就去香港去克拉克嘅，咁中間可以賭錢啊，上面有人妖騷啊，咁之咁咧個集美遊輪咧，之前個代言人咧就係魚尾嘅 ，OK？ 你好理佢係咪去亞美地亞美地啦，係咪先？係啦，咁搭錯車啫，就好過搭錯船嘅，係咪先？係啦。咁啊，咁但係咧，去克拉克咧，哇！發覺原來咧機管局啊，又撲街多一次。知撲街嘅位喺邊？唔同人講啊。誒、欸，
有需要。喂，使唔使咁樣樣趴喺度先啊？唔使，唔使佢哋擺支麥喺度，佢反正。係啦，嗱，話説咧，呢個即係飛機咧，唔係話想去飛邊就飛邊就 OK。嗱，事先聲明，我哋唔係求彩台 ，OK， 我哋好正經咁樣講。係啦，係啦，咁咧要攞航權嘅喎，兩邊互相嘅國家之間要攞航權嘅嘛，係咪先？咁香港咧同菲律賓之間咧，就係只係可以攞到咧，就係當地嘅航空公司互相對飛。係啦，係啦，即係話舉個例咧，就即係話香港就可以國泰或者港龍或者 Hong Kong Airlines，Hong Kong Express 咧開呢個航班咧去菲律賓。係啦，而菲律賓方面咧，而家嚟講咧就主要係講緊菲律賓航空啦 ，Philippine Airlines 啦，同埋呢個宿務太平洋 Cebu Pacific。仲有另外一間嘅叫 Sex Airline。哦 ，Sex Airline 係啦，都係有飛香港嘅。嗯，係啦。咁咧啲咁咧，其實可以定即係定期咁樣飛啦，定期或者包機或 whatever， 總之兩邊個航權就係咁樣 arrange 咗。呢個係第三同第四航權嚟嘅。咁第五航權咧，即係越嗱講明啊，越高航權咧係越難搞嘅。係啦，因為差唔多係，如果越高航權咧，整死曬香即係本地嘅嚇、本國嘅一個航空業㗎啦。咁咧香港最勁咧，都係批到好似批到第六航權俾航運，同埋俾到第七航權俾貨運嘅啫，係啦。咁大家 common 搭開多咧就係第五航權嘅新加坡航空，係啦 ，SQ 一同 SQ 二。嗱，新加所謂第五航權咧，就即係話咧一個第所謂可能叫第三個國家嘅航空公司咧可以營運呢一條嘅航線。咁 SQ 一、SQ 二其實咩航班咧？佢本身班飛機咧就由新加坡出發，係啦，經嚟到香港。可以上客落客上貨落貨，然之後咧再飛去三藩市。係啦，咁呢個咧就係所謂就叫第五航權啦。講第五航權講緊咧就係話呢個就係講緊香港去三藩市呢段其實就第五航權，但係有條件嘅喎第五航權。嗯哼，就係要講緊呢班機係一個叫做 extend from the country of origin。係啦，又有呢個條件嘅噃。係啦，咁咧嗱。有啲最 extreme 咧就係第七航權咧，第七航權咧就係呢一個嚇，由一個 C 國家營運嘅航空公司咧，就可以飛 A 同 B 國家之間嘅航點。係啊，係啦，咁呢個就係嚇第七航權之精要所在。咁但係好難攞嘅。好啦 ，anyway， 講翻點解啦 ，Tiger Airways 會咁咧咁樣。咁咧，話説咧，其實咧 ，Tiger Airways 係一間新加坡註冊嘅航空公司嚟嘅。即係話咧，如果佢要營運嚟講，睇跟呢個第三同第四航權嚟講咧，佢只能夠營運香港至新加坡嘅航班，就即係好似呢個 Jetstar Airways 咁樣啦。又或者以前嘅 Value Air 啦。嗯。係啦。咁但係咧，你唔發覺奇怪嘅咩？點解一間新加坡航空公司可以經營去菲律賓嘅克拉克唔係係嘛？係啊。係咯。克拉克咧。係啦，點解咧？哇！就係原來呢個咁嘅 Tiger Airways 咧，就好聰明嘅，就好聰明地咧，就買咗一間菲律賓航空公司，買起咗一間叫 Southeast Asian Air 嘅，即係簡稱 SEA 嘅航空公司咧，32.5% 嘅股權，係啦，買完佢股權仲唔夠，買埋佢咧海international flight 嘅 OK ticketing 嘅 distribution rights， 都賣埋俾 Tiger Airways， 係啦，咁咧。但係咁喎，呢間咁嘅 SEAR 咧就淨係得螺旋槳機嘅啫，一架就得啦。你要螺旋槳機咁夠膽搭啊？飛嚟香港，香港去菲律賓。嗱，唔好計俾唔俾落先啊！唔好計俾唔俾落先 ，OK？ 我喺大陸坐過一次啊，我記得。但係唔好計唔計，感覺好差。係唔計俾唔俾落先？感覺好差。唔計俾唔俾落啊？係啦。有啲咩啦？行程都搭死你啦！感覺好差。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喂諗嚟諗去，佢都唔會用嗰啲咁嘅 turbo pop，OK、okay? 坐得幾廿條友飛嚟香港啊，大佬有錢都蝕啦。係啊，雖然 turbo pop 係真係慳油嘅 ，OK。咁佢點樣做咧？哇勁啊！佢有將 Tiger Airways 喺新加坡唔用嘅飛機租咗佢。嗱，記住喎，租咧租飛機咧係有分兩隻嘅，一種叫做 dry lease 就淨係揸架機，就係租架機。一種就係 wet lease， 係連埋機組人員。嗯，係啦。咁咧，佢勁到咧就係咩咧 ？wet lease，即係租埋人哋新加坡嘅啲OK 機組人員，即係空姐連機師 OK 一鋪過。嗯，係啦。咁所以咧，
你嘅感，你搭呢條航線嘅感覺就係咩咧？你喺 Tiger Airways 個網站買機票啦，你搭一架 Tiger Airways 嘅飛機啦，就去呢一個菲律賓嘅。機組人員都係 Tiger Airways 嘅機組人員啦。冇錯，係啦，成件事好啦。咁但係咁佢都係 Welcome on board the Tiger Airways。佢會講咩咧 ？Welcome on board 呢、這、一個係咯 Tiger Airways operated by 係啦 Southeast Asian Airline 嘅。咁其實 operated by 咧。在香港都常見嘅，因為香港去高雄咧，朝頭早咧嗰班飛機咧係 operated by Cathay Pacific 嘅。嗯 ，OK。咁但係問題係你 operated by 你唔會喺國泰嘅網站去買港龍飛㗎嘛？係啊，你唔係咪先？你即係呢樣嘢唔會咁樣做，同埋佢個 coding 一定係 KA 㗎嘛？係啊，唔會 CX 㗎嘛？唔係咯。咁但係依家佢哇大佬嗱 ，Tiger Airways 咧個 IATA 碼咧，即係個航空碼曲咧。係啦 ，Anta Coach 就 TR 係啦，咁但係咧，佢咧就如果飛菲律賓嗰度咧，係用翻佢自己航空 Southeast Asian 嗰、那個叫 DG， 嗯，係啦，咁即係簡單啲嚟講咧，就 Tiger Airways 咧就買咗，即係完全殭屍化咗呢一個DG， 係殭屍化咗 DG 嘅國際航線，嗯，係啦，咁樣去做，你諗唔諗到有啲咩影響咧？有啲咩影響咧？嗱，記住呢、這個 Anta Coach 同埋是有如國體的係啊，即係已經喪權辱國㗎啦！依家菲律賓航空公司、都唔緊要。咁問題是咧，你飛每一條航線，除了有航權之外你要有航空公司飛㗎嘛、嗯？航空公司要攞一樣嘢叫 AOC 嘅，嗯，係啦 ，Air Operator Certificate， 嗯，係啦，咁先至可以飛出去或者飛上天空嘅。嗯，冇咗 AOC 就冇㗎啦。咁但係 AOC 其實批得好緊嘅，即係如果你間公司有咩冬瓜豆腐咧，佢可以根據 AOC 咧嚟罰嗰間公司啦、停航啦、減少班次啦，甚至誒唔俾你飛嘅全程。咁、金泉話要破產嘅時候就係即刻即時 wow 嚟咗 void 咗嗰張 AOC。係啦，咁所以咧所有飛機就 grounded 啦，喺曬香港喺曬 Hackle 出邊嚇排喺度。嗯嗯，係咯。咁你諗下啦，嗱，如果啲飛機係 red list 嘅，嗯。咁喂大佬，我一個 purple pop 航空公司嚟嘅啫嘛，我有冇咁嘅技術去整架 A320啊？嗱，即係話咧，嗱呢個如果涉涉及到一個航安全或者係個航權嘅方面咧，本身嚟嗰、那個Southeast Asian Airlines 咧，佢本身個 AOC 應該只係得一架 ATR 嘅啫嘛，係啊，係咪？但係 AOC 就得架螺旋槳，實際嘅營運有一架 A320， 係啦、啊，仲有一樣嘢喎，本身 Tiger Airways 頭先講過啦，本身係新加坡航空公司。佢可以獨立去營運一條往來香港同菲律賓嘅航線，咁亦即係話一樣嘢，隨時一個唔該，可能唔知邊間航空公司 ，for example 呢、這個舉個例，可能中國東方開條線香港飛台北，話要體現主權統一都得，咁佢就可以買咗呢個 Hong Kong Airlines 嘅係啦嘅股權。嗱，其實咧，如果唔係咧。你想想另外一個情況就是什麼呢、我們在香港就申請開一間金泉、我們間金泉呢就只有一架廢民商業機 OK 即是你知道哪架的沙田精神號掛了在機場、okay. 掛了在機場那架我們只有一架飛機去做 service、okay? 那架飛機呢就是由香港的國際機場飛去澳門不是石崗的我們就做 domestic、okay. 我們就做 domestic 我們呢就將我們呢就我們侵國泰最憎哪間 airline 的是新加坡嘛是啊是啦我們就將我們的、32.5% 股權賣給新加坡 airline 是啦就由它由新加坡 airline 呢就可以由香港開條線去 London、去悉尼做 kangaroo 哇我和美啊，大佬！正啊！即刻問，即刻問呢、這、一個。如果真係做到咧、我即刻要問阿李顯龍，唔該，趕走天霹靈，我要坐佢個位置，係咪先？之後我唔做俾你 coach 嘅。你慢慢等下啦。天霹靈而家俾人查緊㗎啦。係啦，唔緊要啦。咁即係話呢個咁嘅嗱，呢個咁嘅 tweet 咧，就係可以咧，俾所有嘅航空公司咧，唔需要。傾同其他國家傾呢個民航局傾咁高級嘅航權，可以bypass佢，即刻可以投資，即刻可以賺。OK， 完全係即完全任人喪權辱國咯。好啦，呢樣嘢都唔係最緊要，點解機管局冇出聲？
你知唔知呢單嘢咧喺菲律賓咧係俾呢個Sex Air 啦，菲律賓航空公司啦，同埋呢個 Cebu Pacific 咧鬧到嘔嘅，因為佢就係咁樣咧，你無啦啦就可以插咗一間海外嘅航空公司嚟賺咗錢。係啊，菲律賓嗰邊咧就話唔成啦，因為咧佢都仲係用緊 DG 同埋喂大佬32.5%股權啫，冇過50%喎。係啊，係咯，即係冇過人哋佢哋國家嗰個咁嘅。同海外資本成立住即係合營公司嗰種咁嘅規定，或者收購公司嗰種規定。咁但係問題在於，喂咁樣玩法唔使玩啦，係咪先？即係俾人夠俾人玩曬得啦。係啦。咁咧，機管局咧，哇！一開始嘅時間咧，原來好笨柒嘅喎。係啊，笨柒嘅位在於咩咧？原來一開呢條線嘅時候咧，呢條線咧係叫 Tiger Airway 嘅喎，即係 TR 係啦，唔係佢係 DG。為主的 air code 之後 mark 埋呢個 TR 做 share code 嘅，咁但係個 logo 咧就 show Tiger Airway 嘅，咁即係你當咗嗰條係 Tiger Airway 嘅線啦，之後咧好啦，俾我查呢排之後咧，我俾人 up 過啦，嘈過啦，變翻喎，依家冇 share code 啦，就淨齋 DG 啦，同埋就變咗 SEAir 嘅，應該有人做過嘢。是不是你這個咁嘅危險黨員啊？唔知啦，係咪先？我相信很多人咧會有呢個咁嘅問題，因為呢啲咁嘅嘢咧牽涉啦唔同嘅保險啦、保險啊、法律啊乜乜成成啦，係咪先？即係嗱，有起事上嚟嘅時候，究竟 Tiger Airways 孭嗰條保險數定係 SEA 孭嗰條保險數，你已經死啦，係咪先 ？OK， 所以各位即係搭平嘢咧都要小心㗎，係咯。喂，咁正路嘅平嘢點樣做嘅咧？即係啲咩 Air Asia 嗰啲嗱 ，Air Asia 嘅話咧，嗱可能有都平啊，係嘛？好平啊！嗱 ，Air Asia 咧，你會發覺咧，香港咧 Air Asia 會有兩條航線營運緊㗎，一個就去吉隆坡，一個就去曼谷，係啦，係咪？咁但係你會發現咧，去吉隆坡嗰班咧就叫 AK 嘅喎，係啦，去 Bangkok 嗰班咧就 FD 嘅喎，點解咩回事咧？因為佢哋其實係兩間唔同航空公司嚟嘅 ，OK， 佢哋係分別喺唔同嘅國家做註冊嘅。OK， 而呢個 Thai Air Asia 咧係有51% 咧係泰國資本，49% 係馬來西亞資本嘅。咁所以其實咧理論上咧就係呢一個嚇，真係攞咗泰國嘅 AOC 啦，即係自己開航線，同埋佢哋真係參與泰國同唔同其他航空公司之間嘅航權談判。咁你諗下啊，飛輪咁咪正路好多嘅，正路好多噶。咁所以咧 ，Tiger Airways 咧依家係名不正言不順。咁但係點解機管局唔出聲？又或者喂，大佬，我翻查過憲報啊 ，Hong Kong Airline、Hong Kong Express、港龍、國泰全部有香港飛卡嘅 unlimited AOC 嘅 right 嘅，即係嗰個咩 Air Transport Licensing Authority 係俾咗嘅，唔用嘅啫。咁點解呢幾間 airline 唔出聲？許漢中一定做咗啲嘢，係咪先？係應該咁講，許漢中應該係有啲嘢嘅。係啦，係咪先？有乜理由大佬威，即係踩到上面啊咁樣，係咪先？咁都唔做喎。即係 traffic 威呢一樣嘢咧，就等同於咩咧？等同於一個主權，難道主權有關㗎？難道係呢個 Aquino the Three 同我哋？北京偉大的領導人之間有啲嘢，唔知啦。嗱，大家仲嗰陣時仲咁憎菲律賓人噶嘛，係咪先？你搞錯啊！真係，你依家我哋依家仲對住菲律賓喪權辱國，仲係咪先？我哋喪權辱國，仲要俾新加坡踩到上面。啲咩政府嚟嘅？係咪先？嗱，我又塞咗錢入你袋，葉國華，快啲，你快啲，快啲啊！唔好意思，呢一個唔係 public engagement 嗰個範圍裏邊。OK，anyway 啦 ，OK， 咁啊，我哋會密切留意呢單事件。咁咧，下個禮拜我諗我揾一個時間咧打電話咧，原來 SEA 喺香港咧有 agent 喎。個 agent 咧，嗰間公司咧，其實咧，係呢個旅遊界嘅。功能組別嘅團體先嚟嘅喎，係咩？係啊，我試下打電話去 S E Air 嗰度咧問，即係嗰個 touring agent 問，喂，有冇 book 克拉克嘅機票先？係咯 ，S E Air 我點解冇機票啊？咁樣，咁之後就 Tiger Airways， 就 Tiger Airways 喺香港冇 service 嘅喎，冇 office 嘅喎 ，online 嘅啫嘛，咪咯，咁你話啦 ，OK， 嗱，即係各位朋友小心啲，我哋警咗誓，唔好亂搭飛機，係咯，所以唔該許漢中。你好現形啊 ，OK？ 如果唔係，逐件數同你 J，OK？、Okay? 好。
今集政治協商會議去到呢度，各位南京公安局同埋呢個各位警務局嘅人員 ，OK， 警務處人員辛苦啦。OK， 拜拜，拜拜。向你誠意推薦 iRead。iRead 係咩嚟 ？iRead 係一個公共出版服務。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blog等等發成電子書，令到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這個就是 iRead。跟你看普通書一樣，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實行多媒體互動。你還可以 download 書內的相片、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